一个了，嗯，然后再开始填充。填充的话，这个地方填，这儿也可以，这儿也可以，嗯，都一样，嗯，然后填充一，填充一，然后这是这个是势能，嗯，这个是那个鄂北嘴四，然后这个是类型，这可以改，一般的话，图形的话用这个类型，用那个，这个不行，这一个，嗯，和这一个，这两个稍微混用点，嗯，然后这一个吧。这一个，嗯，然后这个是尖度，那个密间距可以改成0.01，零点越小打得越慢，嗯，改成0.03都差不多效果了。然后这是分黑色的，然后再建一个，这是为了打深度的。这一个的话就是那个送那个变成个蓝色的，嗯，改成0.04，0.04，然后这个角度改一下，可能就是有点 OK。两层，对，两层，把它看出来了啊，红的一层，蓝的一层，啊，横着的是横的是蓝色的，竖着的是不是横着的是黑色的，嗯，竖着的是蓝色的，嗯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是那个，那就开始就行了。然后就设置什么了，设置这个速度和功率，哦，这个设置一下，把这个，这25没电了。Yeah.